化路线。师傅，您走错路了吧？导航上那条路封路了，我现在走的是小路。您已偏航，请重新规划路线。您还是按导航走吧。一会儿走到封路那儿，我还得掉头，到时候你回头再举报我说我绕路。你放心吧，这条路我熟。你为什么没有按照导航的路线走？那条路白天修路就封掉了，我才走的小路，我没想到他不信我呀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导航上没标记修路，我以为是师傅不怀好意，就要接你的那个空姐，他被我害怕，所以就跳车了。你这不坑人吗你呀、啊？谢谢领导帮我们解决了事情。不客气，来，怎么？大姐，哎，你就放心的回去吧。今天你们提出的这个买菜难，还有这个公共环境卫生的问题啊，我们一定会，妥善的处理的，提到解决啊。谢谢书记。谢谢你们。大家今天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没有了。好，谢谢大家啊，请大家回去。静候佳音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书记。大家放心回去吧。再见啊，书记。好，再见啊。小东西，肖主任回来了。啊，走。程书记，小肖，网约车的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？本来想等您祭奠日忙完了跟您去汇报的，上个月有三起刑事案件，是因为。网约车平台的纠纷问题，还有十几起的民事纠纷，也是因为网约车平台的问题。只是现在，我问你的是，网约车的事情你们处理到什么程度了？我想申请提报市委讨论网约车平台专项整顿，如果必要，建议考虑停业整顿。停业整顿。你想过后果吗？想过。如果平台停运整顿的话，关系到几万网约车司机的生计问题，也关系到平台的经济受损问题。更严重的情况下，很有可能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。可是您上次问我什么是平安建设，我现在需要一点时间，我想再考虑考虑。小肖，短暂的经济损失和创建一个。平安的生活环境，孰轻，孰重，一目了然。
你这么改，我们没有空间了。没有空间，没有空间，这不是办法，这是正经。对呀，你这是大工程。对，那你给我留个饭吃。要是这样的话，我们都做赔本的生意，我们还要怎么来做呀？我这个生意都没办法做了呀。你就这样的话，我加个饭的，我加个饭的，好。你们事儿会不会改？你们必须要整改侵害从业者权益的经营行为，并且要改善司机的经营环境。我们市场监管局认为，你们各平台要提出合理的抽成比例，以及合理的信息服务费，还有我们平安办提出的，必须要坚守以乘客的安全和司机的操作规范为底线，所以要求你们必须拿出整改方案来。各位领导们，你们提出个问题简单，但是要实施起来可是个大工程啊。是呀，如果整改方案一天不落实下来，人民群众的安全就一天得不到保障。这样对于网约车司机和你们平台来说，多停一天都是你们的损失，所以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的拿出整改方案来。诸位如果在这里还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，可以现在提出来，我们大家共同讨论。我们能有什么意见呢？政府说怎么改我们就怎么改呗。对对对，政府说怎么改我们就怎么改。好，我就给诸位时间，你们就在这里商量，商量好了我们等一会儿接着开会。宋总，真准备这么改啊？是啊，宋总，这抽成比例一改，咱们的利润就大幅下降了。是啊，宋总，要不咱们再找他们谈谈呗？对，要不然谈谈，再找他们谈谈。急什么急啊？啊，急什么急啊？有比咱们着急的？咱们只要沉住气就行，明白吗？小李明，我说的话你都当成耳旁风了是吗？罗书记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啊，但是各个部门的人都已经来了呀，平台的人也来了，网约车已经停运了嘛，那开工没有回头箭吧？知道这么做陈书记要承担多大的风险吗？不仅仅是我们富春新区，是整个中庭市。你就没想想后果？这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知道自己什么后果？我现在不是就是在处理后果吗？至于我个人的后果吗？那我就交给你了。平台停运，司机情绪不稳，像这些不安定的因素你考虑进去没有？不是的，苏市长，我做的是一个整体的评估，如果不整改的话麻烦很大，整改的话其实利大于弊。你看能不能这样折中一下，一边运营一边整改，这个方案你怎么不考虑呢？苏市长，这个时候不能够松口，就是要坚持下去，平台的利益受损，那么整改肯定会受到影响的。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坚持，那么守住老百姓平安的第一道防线就如同虚设了。平台停运很有可能会造成群体事件，这样的责任谁来承担呢？苏处长，我不想中平的平安建设只是一句空话，我想把它落实到实处去，落实到平台，落实到司机身上，落实到老百姓和乘客身上去。肖立明，你不要太自以为是了。